めんなさい。優しいだけでは女はやっていけないの。片很晋级，但你一定想点开。有些 AI 工具真的打玩到连我都不敢 demo 的地步，比如 AI 直接帮你生成创意小短片，还有一个隐藏模式可以写出各种风格的无限制小说。不光如此，这个 AI 工具能同时替代 ChatGPT、Midjourney、SU 编辑器、小说生成器，甚至还能帮你生成各种 AI 图片、AI 舞蹈，只要一个平台就能直接把这些通通搞定，是不是有点心痒痒？赶紧点好订阅、收藏、赞，我带你去看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打开 ChatArt， 网址我已经帮你放在画面上了。结果我发现它根本不是普通的 AI， 而是一个 AI 百宝箱，聊天、写作、绘图、生成影片，通通都能一键搞定，还能同时召唤 GPT-4 Claude 多模型聊天、写文案、做 SEO 文章、画图、去背、修图，样样精通。一个网站取代你手上至少5个 AI 工具。而且我帮大家争取了一个专属20% off 折扣码，影片下方就能领取。开始搞事，碰叉子的那一刻，哇，左边的选项就像魔法清单，随便点一个都有惊喜。它不只会画图，还能直接帮你生影片，你可以用文字生成小短片或者套用现成模板。那至于大家都想问的擦边功能，它还真有。我不信。而且还能做一些比较大胆的画面，不过这部分我只能稍微带过，避免影片被黄标。就是上荔枝舞、摇摆舞这种基本款模板都有，我自己测试下来用写实人物生成的效果最好。SFW 无限制小说生成，不管是轻小说、言情还是长篇连载，输入角色设定就能直接生出完整章节。哇，它不只帮你写章节，连小说大纲都乖乖编好，甚至可以无限制续更，根本是作者的开挂神器。最猛的是它还藏了一个大人模式，只要开启言情互动模式，你就能让 AI 标你写一些成人取向小说。这一部分我就不在影片里完整 demo， 能不能参悟这其中的道理就全靠你自己。你只要打开 ChatCloud 输入问题，它会同时调用 GPT-4 Claude 等多个 AI， 直接给你多个优质答案，甚至连最新的 GPT-5 也支持，等于你一次发问就能拿到不同角度的解答，效率直接翻倍。而且香港用户也不用翻墙，爽不爽？想发 IG FBX 贴文不用再码字，你只要输入关键字 ChatArt 就帮你自动拼好写作模板，挑个标题，选个大纲，最后手指一戳，啪，一篇语气超自然的帖文就新鲜出炉，整篇自然顺口的帖文就送到你手上，比点外卖还快，直接复制粘贴，马上吸粉。来，想不想我现场帮你生成一篇，在评论区刷药，我再出一集手把手教程。很多人写部落格可却完全没有流量， ChatArt 内置的 SO 模式输入关键词就能生成优化段落，还能一键检测抄袭率、 SO 分数，帮你拿下 Google 排名，新手也能秒变专业编辑。问你一句，要是你能天天免费拿 SO 流量，你会先写什么主题？想要做品牌 logo、 视频插图还是 IG 美图？ Chat 的内置图片生成将去背、将增强功能，甚至还能画出吉卜力风格，输入描述就能秒出超专业插图，而且它支持纹身图、图身图，甚至 AI 扩图，专业素材不用再到处买，这就是你的全能素材工厂。不过小心标黄图片不要到处放哦。那今天我们把 ChatArt 的重点功能都玩了一遍，从多模型聊天、社群写作、SEO、 小说生成，到 AI 生图，甚至还有差点黄标的影片功能和大人小说模式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敢把所有内容都公开 demo， 但你应该能感觉到这工具的潜力比你想的还要大。我已经把 20% 专属折扣码放在影片下方了，点开就能直接领取优惠。那我也很好奇，你最想先玩哪个功能？是想在社群吸粉，还是那个神秘的尺度模式？在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挑最多人想看的来拍进阶教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下一支更刺激的实测一上架，你就不会错过了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哼。